体语言呢，以及我们的音乐的艺术形式。我们永安国小其实呢，成立我们的古树已经有十年了，由我们的教育部啊补助我们经费呢，购买相关的器具。在我们现任的谢瑞和校长，以及我们家长会长蔡英慧会长支持之下呢，由我们本校黄雪红老师所担任社团的指导老师。我们利用呢每一个时间呢，教导我们的古树班的小朋友。由于弹性呢，课时间做我们家长的练习，所以呢，我们永安国小呢所有的古树队的小朋友呢，常常受到呢我们外面校庆活动呢，以及我们十班语文文化节表演呐、所以呢，他们的家庭呢非常的好，所以呢，现场好朋友，通通都有，双手借给我们，用你们最热烈。最大声的掌声给予我们永安国小古树同学掌声鼓励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边颁奖要做的。
谢谢我们的永安跟我们的太鼓团古树表演，再次热情的掌声。